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不停为生存而奋斗。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当我们遭逢困难，感到恐惧，产生疑惑时，我们都需要寻找答案。但是有些更根本的问题，更庞大的困境，是超出当时人类的知识与能力的。宗教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解释这些现象，而诞生了。每一个生命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每一个宗教都会有一个独立的信仰的生命观，这个生命论点就是它的灵性特色，从灵性里长出爱与慈悲，完善了我们的生命。为了帮助灵性的成长，所以要尊重每一个信仰。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生命教育就是传承不同宗教族群的文化，回到他们灵性的源头。世界宗教博物馆的任务之一，就是希望透过生命教育，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灵性，因此规划了生命之旅厅。生命之旅厅的设计理念是表现生命的循环不息，从地面上的圆形设计、展示台以及五片弧形荧幕组合出一个圆，都象征着构成生命的细胞。这小小的细胞经过漫长的演化，发展成为各式各样的个体与生态，造就了今日的人类文明，甚至影响了地球的面貌。There were many rounds of design. You know, the Dharma Master was clear, and it was sometimes hard for us to take his clarity and messages and dimensionalize it, physicalize it, which was our job. Finally, we realized that theAvatamsaka world could be depicted as a glowing globe, almost freely suspended at the end of life's journey. 从宇创厅就是它开展了整个宇宙的那种各个文化的丰富度之后，然后观众就从婴儿的在母胎的声音来开始走这趟生命之旅，那。整个生命之旅从出生，然后到 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到死亡，它其实呢，整个过程都是以宗教的生命教育作为互相的支撑。配合每个生命阶段，设计不同材质的座椅和雕塑品，各有象征意义，让每一个参观者的生命体验都能和这个空间产生连结。同时播放影片，介绍不同宗教关于人生重要阶段的仪式、习俗与文物。我们走完了那个生老病死的哈，那个巡回的展间，其实孩子是沉默感动的。我发现他们都会静下心来去冥想，妈妈把我生得这么好，我该要做更多的这方面的努力，珍爱自己的一个生命，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加精彩。
在生命之旅厅两侧的空间是生命觉醒区与灵修学习区，你可以在灵修学习区体验各宗教灵修的奥秘，或在生命觉醒区阅听世界各领域的精神领袖讲述自己生命中的神圣时刻及可贵体验。它完全一个理念，我介绍这个宗教，这个所有宗教共同的理念，说是爱与和平。他把这个理念介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想法。从这个管理这个展示中间，找到这个一些共同的价值意义，我想到就是这个生命教育的问题。我们第一任馆长汉堡的汉先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创建，就是他觉得这个馆不只是成年人的互动，需要跟儿童做结合。那时候因为生命教育在台湾呢，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盛行。那汉先生呢，他就决定了用爱来谈儿童的生命教育。2005年，博物馆成立了爱的森林儿童馆。2016年，儿童馆以爱的星球换装再出发，将不同的体验情境化、游戏化，提供给孩子探索。透过家庭因素的连结，这个空间俨然成为大人小孩都喜爱的亲子乐园。我们在儿童小小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尊重、包容跟博爱的这样的理念呢，那么这样的生命意义呢，能够放到儿童的小小的心里面种下这个种子，那么让他可以在随着他成长的过程呢，可以萌芽，可以长大，那这样这个儿童将来呢，绝对是变成社会一个正面的力量。20年来，世界宗教博物馆推广生命教育不遗余力，教学内容与途径包括艺术、多元文化以及各国不同的生命礼俗等等。博物馆的展示空间则是独特的情境融入生命的教育学习场域。在生命教育这一块，我们会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或是他的一个学习的经验，然后按照我们在导览培训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人生的体验，加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展示，让所有来的观众，生命教育其实除了文物的展示，最重要是让他能够走进观众的心。因为重视年轻世代的生命教育，2004年，世界宗教博物馆成立了生命领航员联谊会。生命领航员这个组织啊，它主要的那个会员，它主要是教师。我们的会员能够来，了解我们宗教博物馆里面到底有怎么样一些设施，那了解之后呢，也能够把生命教育放在综合活动领域里面。那综合活动领域是生命教育必须要去教的一个部分。宗博馆在我们永和区哦，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资源中心，因此我们学校呢很希望有更多在地连结、在地关怀的这个部分，能够将我们宗博馆很棒的，不管是生命教育、艺术教育、国际教育、国际交流、宗教议题这方面的一些元素，都可以挹注到我们学校。2300万人的幸福学堂偏乡计划，从2012年开始，结合外部资源，运用丰富的现场展示，规划了
各种参观主题、多元文化校园巡展、 DIY 等教育活动，相当受到学生欢迎。王永庆基金会、王叶兰基金会到现在我们主要赞助的还是偏乡的，我们一直都焦聚在这一块。我希望透过宗教博物馆这些的活动，能够让这些小孩子展现出对旁边人的爱，然后从爱别人得到自己也爱自己。2006年，世界宗教博物馆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生命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所合作，共同筹划出属于国中、国小生命教育的完整教材。因为国小里面它没有一个科目叫做生命教育，所以怎么样去融入呢？怎么样用就是宗教博物馆里面的素材，或者是说里面的一些内涵，我们来编这份教材。所以我们有经过很多的讨论。那国中阶段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一样的我们也是经过讨论，然后就一起研发出来。好，那高中的部分是典范教材，那我们用宗教博物馆里面的资料，那我们就努力的研发。以宗博馆为启蒙的生命教育更从台湾走向世界，受到锡克教长老博伊德辛格推崇，已经在英国一所中小学应用，目前已影响2000多位学童。生命教育中心的成立，这可以说是一个学校教育想要寻求资源的一个很具体明确的一个基地。它设立了很多教案，而这些教案都还有教师手册，所以对于老师要利用哈是非常的容易。生命之河就是要来教育我们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够发挥人类的24个善德，让他每一个人呢都像一颗珠宝一样，互相影响每一个人。那这样人间有爱呢，生命就最美。吸引了10万乐听人，横跨300年台湾生命典范的故事。世界宗教博物馆擘画的生命之河台湾生命教育轨迹巡回展，正一步一脚印画出台湾生命史学的心灵地图，并在各大校园继续开枝展叶。许多来自社区的民众愿意落实利他奉献的理念，加入宗博馆志工行列。到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之后，我一待就是2个小时啊。那为什么会待下来呢？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可以把10几个宗教放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展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爱。那我觉得我个人很渺小，我无法去做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我可以成为他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世界宗教博物馆它的生命教育，它是透过很多具体的故事来作为生命的典范，无论是面对面实体的导览志工，或者超越时空的这些生命故事典范。在的呢，我们都希望给予青少年他的生命更清楚、更确定的去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直会延续做下去的一个生命使命。
我们从灵性发展大爱的空间，再从大爱回到灵性的生命共同体。每一个宗教都在做生命教育的这份的工作，宗教把他的信仰的理念教导信徒，对生命真相的了解，让我们透过信仰能够活得更好。